肉菜在哪儿？要你命的路上。叔父敢在你与我爹八拜之交的份上，能不能再答应我最后一个请求？大人，卓兰家熬不住了，愿意开口。好啊，怎么样，贤侄，想通了？爹就我一个儿子，我还不能死。这就对了，能屈能伸才是干大事的人。既然想通了，那就说吧。韩宇就是刑场离你很近的地方，他在哪儿？蓝雨就在。在哪儿？要你命的路上。